致敬经典嘛，我就是把经典的歌曲带给大家，对，带大家进入那个感觉。是，我觉得哈，这一幕站在台上这一幕啊，牵着手的这一幕才是经典，有吗？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哈，会成为永恒的经典。是。下面有请。多亮，既然你说我们刚才会成为永恒的经典，那你难道不想再复制一下经典吗？对，多亮就不用了，多亮是经典。对啊，那阿卓，经典的环节，阿卓，既然有人把你抛弃了，但我们不怕。我抛，他抛弃。对，你不会抛弃我跟亮吗？对吧？他也准备抛弃。我觉得我坐在这边真的非常的多余，哎，有没有？有有有。所以我叫多亮是吗？对。你有多亮？又多又亮是吗？而且还多余了，做人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多亮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员。我觉得他来对节目了，有没有？哎，阿卓，你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歌呢？之后也是个经典的歌曲，叫《重新演绎了绒花》。绒花。掌声有请阿卓为我们带来《绒花》。全新的感觉啊，重新编排了。对啊，就一首那么经典的歌，然后重新编排了以后，然后阿卓用自己的感觉来唱。对，所以你没发现阿卓的这首歌其实是最符合咱们这个环节的名字的，致敬经典，致敬经典，这么经典。它又有经典，然后又重新演绎，对啊，经典的一种怀念和致敬。是的，对。哇塞！小青吗？是小青啊，小青。小青，你最近是不是去夏威夷度假了呢？怎么有一点点？小青，小青，你该退皮了，你该退皮了。哎，有请阿卓，有请阿卓。Hey!
Oh my God, I'm sad.